我要斩呀大分！这 party 就好，party 结束。 在屹立不摇，所有的生命都会终结。
知道我是谁吗？让我来告诉你。现在回头，死亡还有可能饶过你。我付出了一切，应该要有回报。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
怕我的战刃吗？让他们尝尝魔能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你一点都不了解死亡，还教你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，赦免仪式开始。去死吧！欢迎失落之子，让我自己介绍一下。我不会忘了。快点了。